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喵剧场，我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喵姐。Hello everybody， 宝宝们最近是不是被《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孙俪扮演的周莹所征服了呢？不过随着剧情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何润东饰演的吴聘领盒饭之后，我不要，宝宝们是不是都炸锅了呢？没关系啦，喵姐为了让大家一键 get 该剧的秘之萌点，连夜搜集《那年花开月正圆》中五大经典懵逼片段，不爽你就来撸一下。Top 1吴聘。话说我们吴聘大少爷在初次与周莹见面的时候就被社会我莹姐给套路的团团转了，而我们的吴聘大少爷却浑然不知，竟然还姑娘，我给你五两银子吧。少爷，那姑娘看着倒挺诚实。诚实道行深而已，你说诚实，小伙子资历尚浅啊。吃瓜群众表示，邓超赶紧把你媳妇领回家吧，不然该有多少人要被他套路了。哎，喵姐我只能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少爷，城市套路深，你可长点心吧。都不容易。Top 二，沈欣怡。作为金阳城里的第一败家子儿，外加地主家的傻儿子沈欣怡，日常就是被套路。沈欣怡让周莹帮他治伤。你不能打我，不能骂我。对了，我还要好吃的，好喝的，还不能干活。抽死你，你信吗？作为天下第一屌丫头，你能奈我何？马上叫段妈来，把这丫头给我撵走。撵走求之不得呢。我说欣怡宝宝，你这明显中计了，人周莹正想被你撵走呢。Top 三，周老四。周老四一上线呢就是搞事情，来到沈家看见欣怡那是又脱裤子又上吊的。我还没找你要人呢。哎呦。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喵剧场，我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喵姐。Hello everybody， 宝宝们最近是不是被《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孙俪扮演的周莹所征服了呢？不过随着剧情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何润东饰演的吴聘领盒饭之后，我不要，宝宝们是不是都炸锅了呢？没关系啦，喵姐为了让大家一键 get 该剧的秘之萌点，连夜搜集《那年花开月正圆》中五大经典懵逼片段，不爽你就来撸一下。Top 1吴聘。话说我们吴聘大少爷在初次与周莹见面的时候就被社会我莹姐给套路的团团转了，而我们的吴聘大少爷却浑然不知，竟然还姑娘，我给你五两银子吧。少爷，那姑娘看着倒挺诚实。诚实道行深而已，你说诚实，小伙子资历尚浅啊。吃瓜群众表示，邓超赶紧把你媳妇领回家吧，不然该有多少人要被他套路了。哎，喵姐我只能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少爷，城市套路深，你可长点心吧。都不容易。Top 二，沈欣怡。作为金阳城里的第一败家子儿，外加地主家的傻儿子沈欣怡，日常就是被套路。沈欣怡让周莹帮他治伤。你不能打我，不能骂我。对了，我还要好吃的，好喝的，还不能干活。抽死你，你信吗？作为天下第一屌丫头，你能奈我何？马上叫段妈来，把这丫头给我撵走。撵走求之不得呢。我说欣怡宝宝，你这明显中计了，人周莹正想被你撵走呢。Top 三，周老四。周老四一上线呢就是搞事情，来到沈家看见欣怡那是又脱裤子又上吊的。我还没找你要人呢。哎呦。